犀牛花多少钱？八百公斤呢。犀牛，非洲犀牛，它嘴巴是方形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它不是尖的，对。然后噗噗噗噗噗噗，然后可以看到这边还可以看到整个 giraffe 长颈鹿，还有火鹤，嗯。它的尾巴卷起来。嗯。哦，它还会定位哦，就定位，不错不错。它噗噗就定位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嗯。这很乖，不会到处随地大小便哦，不然会，不然警察过来斑马哦，就叫警察，他给你罚600哦。嗯，你看，噗噗，哦，早餐的味道我都吃不下了。嗯，来，这giraffe跟斑马哦，斑马就是叫警察，然后giraffe这边可以看到整个园区就住在右手边，窗户打开就可以看到整个长颈鹿了，他在吃早餐，嗯。最近的距离就是选择在整个六福庄野生动物园的住宿区的部分，哇，很棒啊！